9月22日报道，出道20多年，在演艺圈经营浮沉，饱受争议。直到今天，潘粤明才真正因为作品而备受关注。潘粤明主演的悬疑犯罪网剧《白夜追凶》正在热播。相较于时下网剧青春题材低龄化叙事的趋势，这部剧胜在质量。最关键的是，潘粤明的表演受到极大的认可，一人分饰两角，双雄对立，人格分裂的人物设定被他演活了。近日，潘粤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，他坦言接拍这部剧的时候正处于低潮期，但同时也是沉淀期，他并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成绩。2012年与董洁的婚姻走到尽头时，这位曾经的民国小生受到不少非议，事业也陷入困局。他说曾经郁闷过，困惑过，但那些难过的坎都已过去，如今很多事都能看淡，只希望未来再受关注是因为作品，而不是其他。